要不要一千？不过一百块，要不要一千秒？不过一百块，我有人要来。不过一百块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菜市，菜市还袂百五。你看哪里是这个？啊。哇！我甲问一下啦，有够伊讲够有人要吃啊？一尾好来啦，这两尾好来啦，一百块敢够有人要吃来头前个？来啊来，有够伊够有人要吃啊？无一尾啦，这两尾好来啦，一百块够有人要来无？一百块啊？一百块敢够有人要吃啊？哈，一百来这边阿仔，还有人要吃的吗？一百块还有人要的吗？有够鱼啊，有够一百块还有人要吃的吗？这样好啦吼。来啊来，有够鱼够有人要来无？一百块够有人要吃来无？有够鱼一百块敢够有人要来？哈，一百块。无过啊，一百块够有人要吃来无？有够鱼。无过鱼一百块敢够有人要来？无过一百块无人要吃啊吼。有够鱼一百块无人要来啊？阿姨，你敢卖过过啊？一百块，两只两只啦。哎，还搁咧活，搁咧活咧。哈，两尾啊，敢无？两尾，两尾啊，大家拢嘛两尾，吓。来来来来来。来，我甲问一下，剩即尾两百块，敢有人要吃？一百块就好啊。了了了，这是哪个？这是。一百块敢有人要来？一百块敢有人要吃？一百。无怪一百块拢买有啊吼，拢有啊吼，拢无人要来啊！阿姨，你无买？有买啊？这个你有买？有过有过，阿弟你买无？我招一个一百块敢有人要吃？一百块。安尼，我啊无，哎，我问一下，你是真正拢要食鱼吗？我卖一寡鱼的啦，卖拢一直卖恁讲的物件好无？黄鱼哦，黄鱼，黄鱼来拢卖二点食了，千条啊！快快，你看，快快快，无要卖一千了。来啊，黄鱼啦，黄鱼我卖一个啦，黄鱼一尾啦，我抬价抬偌济？140元啦，167元拢有啦。你听我说，这两尾下来啦，开36啦。我招一个300块有人要来无？300块啊！黄鱼300块，敢有人要来哈？黄鱼300块，安尼紧着，咱卖着出来。我招一张三尾，互来300块，敢有人要吃？300块啊！黄鱼300块，敢有人要来哈？黄鱼300，敢有人要吃来哈？啊，头拄只有买黄鱼的，搁有吃无？无啊！来啊来，安尼啦，我招较紧的，你绝对买无足上的。一人四尾来，我招一个300块有人要来。三百了，哎，再个一个，剩这两尾有人要来，100块，对，安尼我问一下，鱿鱼恁敢会透抽？透，这个袂。啊，伊等我一下，我这透抽伊等较久，我穿较袂。啊，剩这尔，后壁迄你有留无？后壁迄大个你有留无？有啊吼，来来，我跟你讲，透抽我全家人生了，我就无啰嗦啊啦，紧就好啦。外口一尾透一斤透抽磅哦，就300几块银啦。干那这两尾抓着了，就抓600、500块就对啊，抓500块啦，我招一个啦。安尼啦，一人3只好皮啦，500块敢有人要吃？透抽啦，透抽啦，安尼啦，一人4只啦，我招一个500块敢有人要来？我招紧就好啦，一人5只，一人6只来啦，一人6只来，我招一个500块敢有人要来？500块啊。500块敢有人要吃啊？哈，6只500块敢有人要来啊？你上班啊？哎，我即摆咧未透抽，哎，毋是上班。我招一个500块敢有人要来？安尼啦，上7只来，我招一个500块敢有人要来？500块啊？无啦无啦，真诶拢无，我招一个500块敢有人要来？500块。500块敢有人要吃啊？透抽啊？哎，讲真诶啦，一只卖你70块，卖嫌啊吧？咱讲真诶，一只大只，我招一个500块敢有人要来？500块。我招一个500，敢有人要吃？套抽500块，套抽500块，没有人要吃了。套抽500块，无人要吃啊！吼，套抽500块，无人要来啊！吼，我搁招一个5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500块，敢有人要吃啊？哈，500，怀个恁都做啦，7只500啦，即8只来，500块就好啦。6减1只7只，还剩咩位？400块有人要吃，400块。
你要吃啥？我想要吃啥？三块，好，三块来。好，我讲五块。来来来，这鲍鱼我先搞袂起，鲍鱼啦，鲍鱼片就对啊，切片切好啊，切片切好啊啦，这骨片啦，这一片一片就对，拢甲你切好啊啦，一包六块超市票的，退冰妹这就一个好食啦，一包六块超市票的，百二啦，这两包来你也是啊，我招一个200块有人要吃无？大个200块就对啊啦，安尼啦安尼啦，这三包给你，我招一个200啦，你绝对买无接受的啊，这四包来我招一个200块，落去200块啦，鲍鱼敢有人要吃啊哈？鲍鱼片呐、啊。一包200啦，两包200块啦，我借一个三包200块就好啊。好皮好皮啊，200块还够人买啊，最后一个200块，我借一个200块啊，人买一个哈，包一片200块啊，人买啊，包一片200块啊。哎，你要吃包鱼？嘿，就是你，你免看别人，就是。啊。好不？哈。龙山。我家里没有啦，我招一个200块，还够有人要吃的哈，200块啊。阿姨，你敢无？好笑。这。真的啊！来来，阿姨，你讲要菜头粿？菜头粿啦，一包内底12块啦，一块两块煮到好，蒸到好，卖偌济？卖二五啦。这包煮起来煮300，煮200，有人要吃的无？我招一个200哦，100块就好啦。我招一个100块有人要来无？一百块有人要吃来无？这啊，你要萝卜糕嘛？100块无？两包拢卖你啊，100块就好啦。萝卜糕够有人要吃啊？菜头粿啊？菜头粿够有人要吃啊？一包100，这200块来100块，够有人要来啊？150够有人要吃啊？100块够有人要来？150，150够有人要来？150，啊，伊敢要吃粿？问你后壁咧。哈，我你也买只粿，为什么？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好不好？不吃。我吃一个百五，嗯嘿，敢办大只嘞？我靠，要人公斤嘞！合理啦，合理，合理。百五块应该有人要吃，百五块有人要来，无啊吼？这菜粿无人要吃哦。好，时间多就买一个。我问一下，你要吃啥哈？我这鳝鱼剩几块尔，恁敢有人要吃鳕鱼啊？我剩南山的无几块啊，我剩南山的鳝鱼无几块啊，恁敢有人要来？这啊，你等我一下下哦，我招一个啦。这吼，鳝鱼就对啊啦，鳝鱼就对啊啦，鳕鱼就对啊啦，这有大块无大块，恁家看啦。一斤鳝鱼即摆落去称偌济？300到400外拢有人咧称啦。这块抓去抓偌济？抓超过300块啦。安尼啦，奖两块，奖两块，好来啦，开650啊五，我招一个500，敢有人要来？500块啊，500块，敢有人要吃的哈？500块，我招一个，安尼啦，一人三块，好来500块，我招你买无啊啦，我招较紧的啦，奖4块，好来，我招一个500块，敢有人要来哈？500块啊，500块，敢有人要吃地瓜？我招一个500块，敢有人要吃？鳕鱼500块，敢有人要来？鳕鱼500块，鳕鱼500块，敢有人要吃的哈？欸、你拢无人要食鳝鱼啊？拢无人要食鳝鱼啊？这4块500块无人要爱啊？我招一个尔，无啊，拢无啊，拢无剩只尔，500块就好啊。一块500，两块500，三块500，代志大条，剩4块尔，400块有人要吃的吗？400块。400块够有人要来啊？哎、欸，我无卖个皮，我无卖个皮啊。400块够有人要吃啊？400块够有人要来鳝鱼啊？400块啊，只只无啊啦。有直播在脸书，不在 YouTube，YouTube 吃乎肥肥装乎水水，你搜寻就有了，或者是你直接在 YouTube 打海鲜大叔就有了。什么是什么？哪里的啦？李刀喜啦，鳕鱼够人买来无？陈雕雕，你咧讲啥？陈雕雕，哎，你讲咩帅？1块500，2块500，3块500，同款4块500块，嘿，对，就是安尼，你莫讲嘢啊，
四个五百，阿姨无甲你骗，无甲你凹，赶快四个五百块。陈雕雕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好了，阿姨好了。你心情不好吗？我搁招一个人客了，鳕鱼还有人要吃的吗？哎，我春节了，真正春节，这届就真的春节了啦。一袋、两袋、三袋好来啦，四袋好来，500块，够有人要吃啦。赶快不啰嗦，五袋好来，500块，头前较底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够有人要来无？一袋500。两袋500，三袋好你，我招一个四袋好来500块，哦，真正最后一个了，我招最后一个了，五袋好来500块，这台绝对超过3斤的啦，我阿你保证，我招一个500块，够有人要来无？最后一个客人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，头前大个啦，是啊，无啊无啊，真好，哎呀，来啊来啊来，安尼啦，可唔可以留下？哎，这留下以后，你回去高温煮煮好食啦。你煮了几年无白条路啦，这样烘的是保证袂食，用煮汤佫较免讲啦，对吧？这啊，是安尼吧？哎，留下用烘的袂食，用煮汤的袂食，用炒的绝对袂食的啦。来啊来，安尼啦，一斤留下落口袂偌济，一斤啦，落口袂离啊死啦。我无甲你骗啦，你干掠只啦，超过200块啦。这我招你200就好啊，敢好？哎，我招你200块啊，重点来哦，食较济哦，好无？食大巴肚就好啦，吓，食到做袂来啦。我吃的200块就好了。有人要吃啊，200块啊。慢慢卖，卖关了。对啊。200块啊，两百。